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哥。今天我们来录制一期单挑视频，这次单挑的主角是妲己和小乔，两个人都是人气很高的法师。那么他们两个谁更厉害呢？咱们来单挑看看吧。Round one。那第一回，两个只用普攻，看看谁比较厉害。妲己陪你玩，好棒呀！明显妲己稍微领先一点点，这一回妲己获胜。Round two。那第二回双方出六双鞋，然后用技能单挑，看谁更厉害。弹弹琴，跳跳舞。最终依然是妲己获胜，看来妲己还是比小乔强呀。Round three。第三回，双方都改成六个飞跃，可以有金身效果的法师装备。刚准备和小乔单挑，却没想到被偷袭了，所以这一次不算。第二次依然是被偷袭了，才丢一个技能就被吹起来了，所以这次还不算。第三次学乖了，一个闪现，然后一套技能，小乔就挂了。好吧，这一回算双方打平。Round four。第四回合，双方换上六件魔女斗篷，这样就不会太快结束战斗了。恋爱和战斗都要勇往直前，来和妲己玩耍吧，体验下飞升的感觉，让妲己看看你的心。小草，小草，小草，随风飘摇，魅力升级。就这样持续了很久，明显看到妲己以微弱的血量领先，最后依然还是妲己获胜。最终成绩，妲己以4-1的分数取胜，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妲己更厉害一些。